他在干什么？是不是在吃蜥蜴吧？他们要吃那个蜥蜴。老鼠啊！哇哦！这老鼠倒霉，他们还没有看到呢，还要洗一洗啊。嗯。真的要洗一洗。你亲眼看到了？Oh my god！ 送给他那个伴侣吃。Oh my god！ 那个伴侣吃什么？哇哦！他老婆和老公吃。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吧？是啊。难以相信。那个鸟，那个鹤，本来要抓鱼，后来抓个老鼠吃吧。Oh my god！ 老鼠清清楚楚的。Oh my god！